时间可以吞噬一切，但它丝毫不能减少的是你伟大的思想、你的幽默、你的善良，还有你的勇气。《小妇人》是美国文学中被改编成电影、戏剧、电视最多的一部小说。英国书屋剧院版《小妇人》华丽典雅，即将来华演出。3月21日至3月23日，北京九剧场；4月2日到4月7日，上海大剧院中剧场；3月29日到3月30日，广州新海音乐厅；3月26日至3月27日，成都大喜时代剧场；4月11日，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